者林志美台北报道。钟瑶在三立东森就女华巨子的时代中，于是一脸她未婚夫蓝君天议论及婚嫁，但却被密友潘慧如意外发现她与助理之间的暧昧。但在第一时间，潘慧如定未立刻告知好友。这段剧情让女性观众与网友们热烈讨论，也纷纷对照自己的经验来讨论。日前中有潘慧如及朱洁莹拍摄一场姊妹淘做 SPA 的剧情，三人仅为浴巾，大陆香榭美味让观众眼睛大吃冰淇淋。而在最新预告中，潘慧如所饰演的玛丽莎似乎将直接出手戳破小三，让女性观众看了大呼叫好，爱死她嘲笑个性。当事人钟瑶对小三的雷达超弱，脑袋里只有对婚姻的时间表，对于婚姻也是拟定计划使命必达，但戏外她对这种情况却很有自己的见解，自己可能会很难原谅对方。但如果是发生在有小孩后，那要考量的情况就更复杂了。他也说，每一对的婚姻问题都不是外人能够插手解决的。钟瑶演出此的时代，三立提供卓起朱洁莹、钟瑶、潘贵如仅为浴巾，大陆香榭美味三立提供。